Hello，爱奇艺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徐凯，我正在拍《重庆有座灵剑山》，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王璐。爱奇艺娱乐的网友们，你们好，我是张蓉蓉，我现在在拍摄的是《从前有座灵剑山》，在里面我饰演的是灵剑派的长老五长老王。我不信，我不信，你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我老婆。这个角色更灵活，然后更搞怪，更比较随意一点，比较没有拘束，比较无下限一点。对，我饰演的王五在灵剑派，他其实是一名长老，但是他像是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他很容易招黑，他的嘴巴也有点坏，然后他的性格很开朗，常常会各种惹是生非。不过在大是大非之前，他绝对是非常透彻、非常明白的。就会经常怼人呐、然后怼师傅啊，谁都怼。黑化版的神雕侠侣，王璐也不像小龙女一样高冷，王璐也不像杨过一样的情深意重，其实我们两个人还是相爱相杀的程度比较多的。有看一下漫画动漫，但是不敢看太多，因为我那时候也跟导演聊，就是我怕看太多就掰不过来了，因为他有很多是可能现在放到电视来说还是有很多是不能去说和不能播的地方，所以怕看太多就变成这个人物的性格，老是会不经意说出口。对，其实真的是我第一次演那么长的剧嘛，网剧，我们整个剪开来是30多集，所以我希望我在每一场戏都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以及我讲的每一句台词都可以有平仄跟抑扬顿挫。所以其实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房里，修改我要讲的词儿跟演，可能工作十几个钟头，我回去还是又看了几个钟头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可能看了不下5-60遍吧。上下去的人头，连这个前景这边都有就行了。还有那个被打，这个阳光明媚到我受不了。其实他的聪明啊，他的上帝视觉看透一切都是可以的，但他就是他的喜剧感呢，其实这个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他成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嘻嘻哈哈，都在古灵精怪的，这个是有点。对，有导演就让我多学习一下，然后多其实让我多去想一下剧本外的一些笑点和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比较现代化一点的词汇，就是比较一些网红的词啊什么，我就一直在想。然后因为其实剧本上面如果写的好笑，他有很多观众他不一定会笑，但是如果你在对戏里面去无意间讲出一些别的点的话，就会很好笑。对，哎，现在很幽默的，要看他那个话糟糟的，他的笑点其实常常把我逗笑，因为我们两个在片场，只要听到两个很有魔性的笑声，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跟他，蛮有默契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越演后面越熟，就越来越有默契。然后常常我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我们两个就彼此可以接到了。然后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荧幕前面就听到导演拿着那个锅机说：“哎，你们师徒俩。”真的是没救了，我得把火气放下来，你是很多。安哥，你还有一个啊？这个就是看闪回那个了啊，看案件重演那个啊。最近演的吧，就是差不多到 ending 了。我师父被抓了，然后去救他，然后他爱的人就在他面前消失了。然后我就抱着他走了，看着他那时候流下了一滴眼泪，对，挺心酸的，就是现场都会不说话了，对，大家都很认真。我们同一场戏可能不会只走一种演法，我们有可能现在是嘴巴很坏焦恶，但是我们下一秒又可以走一下心，然后那个转变其实是特别舒服的，我觉得。然后
我是他师父嘛，那我只是嘴巴坏而已，其实我是很疼爱他的。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说我要打他，那我那个打的时候我自己啊，我真的是眼泪要掉下来，因为我很不喜欢打人。然后凯凯也傻傻的，也不穿个龟背什么的。其实小趣事都发生在一些对戏的时候啊，大家在聊剧本的时候就老是聊着聊着就偏题了，就偏到这边就开始讲笑话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些是很有趣的。对，就聊戏啊，就比如说这场戏他想这么演，我说哎，那我想这么演，他那我就这么演，哎，那我不接你这招，我这么演我看你怎么接，哎，那我这么演你怎么接，我们就会互相接，然后就一起笑。对，我们两个是有聊，其实我们两个很在片场很大的话题都是在聊戏，然后我们常常试戏，然后常常走，然后我常常边走的时候边改，他常常跟我说哇师傅你这一刻跟上一刻演的不一样，我说我又想到了哦，所以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一直在玩，而且玩得特别开心。我觉得他这一次也辛苦了，因为他的戏份非常非常多。这个啊，加一点血吧。这个泡完之后，我还好，我的衣服不会说特别薄，然后就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了。我是多喝点热水了，对。就是暖贴喽，不然也没办法，衣服那么薄，穿厚也穿不大了。都还蛮薄的，那就只能扛了，看怎么办。哦，徐凯扮女装那一天实在是很可爱很美，但是他自己特别介意，他很爷，所以他那天扮女装的时候就是都不大说话，然后现场没有一个人敢拍他的照片，只有我。那我就特别爱逗他嘛，男孩子嘛，女装扮相，他很不自在。我其实就更忙碌更充实一些，变化倒没有，还是一样每天收工睡觉，然后收工看剧本，然后看电影睡觉，然后起床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这个组是我最喜欢组之一，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组人都爱打球，我们的业余时间全部在打球，我们昨天才打完，前天才打完球。对，我们基本一休息就打球，一休息就打球。对，我后面还有两还有几部戏吧，都在爱奇艺，就想说谢谢爱奇艺的。